就是三大重点扁推，扁推讲究气息，踝胯往外探，下背这个推必须转动，在气息同时下背这个推必须转，往外放，气息踝胯往外探，你快点。下背这个推进要转，往外转，气息。在踢的同时，后手不能掉，两个手抱好。当踢出去以后，要往回收放下，往回收放下。前面、后面，后边跟前面一样，都是同时，讲究速度，踢起，散发。